微笑说，办公大楼电梯攻防战。也许这是个很傻的问题，但你知道如何操作电梯吗？我问的不知是按一下想去的楼层，而是将已按下的楼层取消，甚至改变电梯的上下，而且中间不停。是的，你可以说是劫持电梯。控制电梯的按钮方式并无标准，往往需要自己揣摩。如果要取消已亮灯的楼层，有些是再度长按该楼层，有些则是快速连按若干次。至于要瞬间改变电梯上下，维修工程师往往不会告诉你，但自行摸索一阵之后，对有些电梯还是办得到。这栋20层的大楼有太多的员工需要下班赶车，却又不敢提早下班，所以才刚到下班时间，电梯间早已塞满了人。一旦人多，电梯就只有顶楼的员工能够搭乘，其他楼层则全亮刻满灯。为了要赶时间，千奇百怪的花招往往层出不穷。顶楼的员工原以为他们是天之骄子，因为一到下班时间，电梯就变成他们从顶楼到底层的直达车。然而一旦面对竞争，事情往往不是如此简单。中下楼层的员工一旦被欺负几次，赶不上下班车之后，就采取了所谓先上后下的方法，也就是先搭上楼的电梯到达顶层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赖在里头不出来，跟着顶楼的员工一起坐直达车到一楼。而原本养尊处优的顶楼员工也因为被偷袭，很快就调整了策略。他们一下班就到楼梯间，先往下走个几层，然后再搭往上的电梯，最后再往下搭阵。虽然有些辛苦，但总比在顶楼眼巴巴看着上来客满的电梯好多了。这样做基本上也反制了楼下员工的怪招。然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没过多久，有人竟无意中试出了劫持电梯的方法，那就是当电梯上升到中间楼层，还要继续往顶楼爬的时候，一群人立刻挤进去强迫改变方向。怎么强迫呢？这要看电梯的品牌。当时这栋楼的方法是，当门关着的时候继续将关门键按住不放，电梯就会进入重设状态，忘了我是谁，把原来要记住去哪儿的顺序完全扔掉，此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这电梯，而往往就是以直达车的方式到达底层。这个秘密本来只有一小撮员工知道，但很快就被其他楼层吃亏的员工们发现了。他们立刻投诉抗议，要求维护工程师改变城市设计，把这个穴道藏起来。有些员工仍不死心，继续尝试不同的按钮方式，他们知道这一定是个不合理的按钮方法，比方开门关门钮一起按，知识究竟是哪一个，需要时间去尝试。有趣的是，经过每天傍晚惨烈的电梯争夺战之后，第二天上班时间，大伙打完了卡，自动排成一条人龙，好整以暇的等电梯，滑滑手机聊聊天，谁也不急着上去。各楼层的员工们一团和气，完全是一群有礼貌的好邻居景象，把昨日拼搏的深仇大恨全都忘了。